そう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哎，行行行，你别玩了，认真点好不好？跟着我一起念。そうですね。そう。我说不出来。哎，一点，你要能说，你跟他说吧。这日语我可说不出来。这可是队长让我教你的。そうで，哎呀，你别玩了。そう。嘿，雷子，抽上旱烟了啊！哎，这家伙可是猛得很啊，你受得了吗？这是给队长的。给队长的？嘿，你小子也学会拍马屁了啊！这哪跟哪儿啊？这是人家送给队长的。人家送的？你们说什么呢？哎，队长。队长。什么东西？是个烟斗。谁送的？啊，刚才在门口的时候，有一个卖菜的，说让我亲手交给你的。卖菜的？看穿着打扮，就像是一个卖菜的。我问他是什么东西，他说把这个交给康队长就行了。队长，写的啥呀？冒充我的，的确是那些黑衣人，他们号称黑寡妇复仇队。黑寡妇复仇队？黑寡妇？那天刺杀岗村的事情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进行行刺的的确是那四个女人，两个逃走，两个被杀。他们身手不凡，是一群寡妇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。他们的丈夫都是被鬼子杀害的。死了丈夫的寡妇，队长，有点蹊跷，他们怎么会练就这么一身好本领呢？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。但是我敢肯定，他们的后边绝对还有人。哎，队长，这情报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是亮子。亮子？队长，就是以前跟你一块拜把子那个亮子。哎，他不是上山当土匪了吗？队长，他和那个黑寡妇复仇队……这不可能。如果他是黑寡妇复仇队的头目，他今天就不会告诉我这些了。队长，那他们为什么冒充你啊？这个简单，因为咱们队长的名声很大，他们想杀敌，但又不愿意暴露身份，所以就冒充我们除军队的名号了。行啊，小雷子。平时看你慢慢悠悠的，今天反应的挺快啊。话要想清楚再说嘛。好了，大家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啊。队长，咱们下一个拿谁啊？哎，不能着急，别忘了大娘、小龙还有嫂子还在鬼子手里呢。队长，得想个办法赶紧把嫂子他们救出来啊。是啊，队长，怎么办呢？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引出土八路。嗨，乐子小姐。正佐，爸爸。乐子，跟严老师到外面去玩吧。走。太君，你有事找我？照我说的，快去吧。嗨。还是没有鬼见愁的消息吗？报告太君，还没有。不过，我感觉鬼见愁是不会轻易现身的。你很了解鬼见愁吗？太君，不是。我这不是都为了您吗？我为了您到处打听鬼见愁的下落。我听说他神出鬼没，不过据我分析，他不会轻易现身的。原来是这样啊。看来我们要改变一下策略了。太君，您吩咐，我立马去办。报告中佐，那个老太婆和鬼见愁的老婆都死了。
太心急了，急翻译，封锁消息，不要让任何人得知龟剑仇母亲和老婆的死讯。嗨，郑总，为什么？他来了，我正好把他杀了。我并不是怕他，黑田太君。事情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那伊太君您的意思呢？封锁消息，不让龟剑仇知道自己母亲和老婆已死的消息，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其他的事情我自然会处理。我只想听到你下杀的命令。伊南君怎么没和黑田君在一起？伊南君又去找那个小姑娘了，让她去吧，有其父必有其子嘛。希望她不要忘了自己的使命。朱佐，我有事情想和你商量。齐翻译，你先下去。嗨。跟我来。进队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不要擅自行动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啊？还有倪子峰，你也跟着瞎起哄。是队长，这事我也有责任。队长跟他没关系。都给我闭嘴。既然你们两个不想受约束，不遵守纪律，那么就离开楚剑队吧。队长，康队长，铁柱也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。想拿回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不遵守纪律啊？我问你，是命重要还是这个东西重要啊？你也不动动脑子，你就为了这个东西，万一暴露目标怎么办？队长，我知道了。队长，他知道错了。别动。都坐下吧。气死我了。对了，王司令员，接到表嫂的情报，说熊岗一男在城西的老宅子里抱怨了一个叫小红嘴的妓女，大概每隔两天就要过去一次。奶奶的，跟那个猪头老子一个德行。这倒是给我们一个机会。队长，依我看，我们不如饶了熊岗一男一命，不杀他，但是要活捉他。留着他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你想想，大娘、嫂子和小龙还在鬼子手里边，我们只要活捉了熊岗一男，利用熊岗一男和他们交换大娘、嫂子和小龙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。我同意王子凤的想法。但是我们不知道熊岗一男什么时候去城西的老院子，而且城西的老院子那么多，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所。就算我们去调查，现在城里贴的到处都是通缉锄奸队的告示，一不小心就会打草惊蛇。那依你的意思呢？我建议把妓院的老鸨子捉住，利用他找到小红嘴的住处，然后我们埋伏好，给熊岗一男来个瓮中捉鳖。不行不行，那个老鸨信不过，如果他把我们出卖了，我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放心吧，那个老鸨没那么大胆子，只要咱们能把他绝对控制住，
各家各户交治安费了！各家各户交治安费喽！各家各户交治安费喽！哎，别在这儿了，我这不就要口饭吃吗？招谁惹谁了？这是。 别在这磨叨，各家各户注意了。哎，停住！队长，你翻墙进去开门，好，启动吧。 建成，你们是谁呀？鬼见愁。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告诉你，没有我们找不到的地方。熊岗一男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少他娘的废话！我真不知道啊。说，每次都来找你干嘛？瞧你这话问的，他找我能干什么呀？难不成我和他一起抗日？再废话！ 我一刀捅死你！我真不知道，每次都是老鸨让他过来，有时候他自己过来。这几天我根本就没见过他。小红子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站住！冲过去！走！哎呦，弄疼我了！哎呦，快点！我又没做对不起你们的事，你们干嘛老抓我呀？少来这一套！ 我告诉你，去把熊广义男叫来，说小红嘴想他了。你这不是想让我送死去吗？什么？是你想死，还是你想替他死？好，你还不快走啊！别啰嗦了，你想让他们留在这儿啊？哎呦，我去！我省得看见你们，我挺眼晕的。哼，我去。 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一会儿熊岗一男来了以后，一切按照我们说的去做。你要有点闪失，就真的活不了了。放心吧，爷，我哪敢蒙您呢？啊？可以从这个地方打进八路的铁道线。 还要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联络成一个大包围圈。全港太监，太监，嗯，太监，谁让你到这儿来的？滚出去，滚！哎呦，黑田太监，你不认识我了？花姑娘，滚出去！好了。 熊岗太监，小红嘴儿，特想你。小红嘴儿，小红嘴儿，就是你上次让我包在后院的那个漂亮姑娘，你忘了？哼！哎呀，还是我帮你办的呢。 我有点姿势，请先回避一下。简直是胡闹！哼！太监。
这小红嘴儿啊，可想死你了！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你不去爱惜爱惜啊？太君，你知道那小红嘴儿为什么叫小红嘴儿吗？她那嘴儿啊，特别招人稀罕，而且呀，不用抹红嘴唇儿，就像红胭脂似的，红得发亮。这两天啊，她可得了相思病了，像你想的呀，这嘴呀越发红，又红。又鲜，又白又嫩的，这可招人稀罕了。您快去瞧瞧吧。很好。你，前面去带路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呦，哎呦，站了那么半天，你累不累呀？哎呀，我说大兄弟啊，那个进屋歇会儿脚吧。我说鬼见愁大哥呀，我给你沏杯茶好不好啊？不喝。嗯。小红嘴还在等着您呢，您快去瞧瞧吧。他呀，想死您了。您快点啊。哎呀，红姐，我说你怎么不找我们玩呢？原来有这么多贵客啊！对呀，小红姐，我们现在都没有生意，你给我们找点生意吧。大哥，在哪儿发财呢？大哥，你身体好壮啊！大哥扇鬼子不发财。哎呀，小红姐，你是不是被日本人给包了？怎么这样？队长，熊岗一男来了。天明，把他们带进去。快走，走，记住，走。对了。几个姑娘，赶快弄走。看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，都给我站好了。听着，今天的事谁给我说出去了，我就把他当汉奸除了。听清楚了吗？还不快走！哎呦，号称自己是帝国武士的熊岗一男，这次因为贪图女色，栽到竹间队的手里。原本以为自己应该躺在万花楼名妓小红嘴的怀里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此时此刻却躺在竹间队给他准备的拉粪车里，这可真不是滋味。站住！里边装的什么？老总是大粪。说谁是大粪呢？老总，老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里面装的是大粪。走，哎，谢谢老总。啊，走走走，站住，快去吧，站住，
这鸡蛋，看看，就三个鸡蛋。队长，队长，您在这儿啊？找您半天了。什么事儿啊？马大炮约您。马大炮约我？是。约我干什么？不清楚，只上人捎了一封信，说让您去城东茶馆天字一号房。娘的，还约老子，还让老子去找他？我看看他耍什么花样。你们两个人回家等我。还得等他。不用等了。你们是谁啊？还不知道我们是谁？姐妹们，今天让他知道我们是谁。黑寡妇。算你有眼光，你是日本人的走狗，今天我们就杀了你。就凭你们？好啊，来吧。大亮，怎么老阴这个脸？男子汉可不兴这个，叫你们家兄弟看见，心里不更难受吗？不提谁的腰谁不疼，我娘、弟媳妇、侄子都被抓走了，说不准我什么时候也被抓走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不正想办法呢吗？你想想啊。如果熊岗一男要活着回去，那不把我们给弄得断子绝孙呢？就连你也跑不了。啊，大亮，这凡事得往好处想。要是真能用他换回你娘和大光一家子，那也值了。咱们能抓他一回，就能抓他第二回，下回他就得拿命来还债。再说了，咱还有锄奸队呢。放心吧，啊！哎，他太绝！慌什么？一封信。现在熊岗一男在我们手上，敌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，所以我是这么想的。你放心，我知道熊岗一男罪大恶极，你是想替老百姓除掉这个杀人狂。对，我就是要杀他这个狗日的。哎，队长，那大娘他们怎么办？还有小龙，如果不杀他，敌人也不可能放过我的亲人。可你别忘了，
司令员已经下达了营救大娘他们的任务了。杀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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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们听我说，大家静一静，大家不要心急，你们的仇一定会报。叔叔，叔叔，我要给我娘报仇。对，报仇。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。乡亲们，我知道你们和鬼子有血海深仇。于叔娘的爹娘是怎么死的，我知道。你们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那个狗日的给杀了。康队长，你不能冲动，你得听组织的安排。乡亲们，我们锄奸队除了不少汉奸和鬼子，可是康队长的家人现在被叛徒出卖了，被鬼子抓走了。如果我们杀了熊岗，敌人就会残忍地杀害大嫂、大娘还有孩子。乡亲们，我们一定会让鬼子血债血偿的。可是组织上决定现在不能杀他，但请大家放心，起来，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鬼子是凶厚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多长时间了。走。康大光，你们中国人是这个，我的不服。他说什么？队长，这小子说他不服气，他说咱中国人是这个。你告诉这个狗东西，我今天就让他服气。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厉害。铁柱，哎，哼，子峰，跟他说。这是他爹老熊岗那个混蛋的刀，他爹的刀已经让我们摘下来当球踢了。这个是你父亲的战刀，他已经成为我们锄奸队的刀下鬼了。乡亲们，让一让。父亲大人，什么剑道的教官？当年啊，队长两把刺刀，宰了鬼子一个奔。哦，这叫避其锋芒，挫其锐气。队长的刀子有点太小了。也就这两下子。
带去。是是。别动，走，混蛋，走走走，老实点，老实点，这次子，进去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杀了他，杀死他，杀死他，来，快，小心，慢点。腿怎么样？没事。你们怎么可以贸然行动？我们实在看不惯那些狗汉奸惨无人道。熊岗一男被抓住了，我们除了心头之患，你们把他照顾好，之后我们继续行动。是。齐范宇，你能明白我找你来的用意吗？啊，还请太君指教。难道你忘了吗？啊，太君，你瞧我这脑子。看，你们的老祖宗是我的先生，可我居川又是你们的先生。兵书云兵不厌诈，鬼见愁的母亲和妻子都已经自尽了，只剩下一个孩子。熊岗太君现在又在鬼见愁的手里，他们要交换人质，你说说我该怎么办？啊，太君，您说的兵不厌诈，是不是想要接受他们的条件啊？我居川是熊岗老师最得意的学生，一男又与我情同手足。我是为了天皇效忠的帝国军人，我能坐视不救吗？啊，嗨嗨。齐范义，你是我最信赖的中国人，你替我想想，应该怎么样接受他们的条件。嗨。啊，梅册子已经包好了饺子，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。啊，太君，受宠若惊。受宠若惊。啊，这样吃不卫生。这没有我娘和我奶奶包的好吃，可我还是觉得我妈妈包的好吃。我带你去我家，你吃了就知道了。好。妈妈，我和小龙讲好了去他们家玩。好。阿姨，日本和鬼子是一样的吗？作为一个母亲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中国男孩提出来的问题。大娘他们被害的消息是否能先隐瞒一下？毕竟还有孩子们呢。是啊，还有小龙呢。再说军旗指示让他放了熊岗也是有用途的，他和居川有矛盾。我只想杀了熊岗。不要看停用时，即使是大娘和玉儿的尸体，我们也要把他运回来。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康队长。康队长，明天交换的时间是明天正午，交换地点是芦苇塘，有三个武工队埋伏在周围，以防不测。
明天我杀了军刚。这样不行，康队长。军区首长说要把他放回去，会为大娘大嫂很有效路。天平很担心，担心康大光是否能承受住亲人已死的噩耗。但田平并不知道，康大光似乎也有一丝不祥的预感，因为作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，作为一名孝子，作为一名丈夫，他了解他的亲人，更了解残暴的敌人。因为康大光的心里很清楚，这是一场战争。万老爹，你告诉我，大娘和嫂子是不是被鬼子害死了？铁柱，你就别问了。大娘，嫂子，铁柱，冷静点儿。这事儿暂时先别告诉康队长。呀！铁柱，铁柱，铁柱，你干什么呀？铁柱，我他妈崩了！铁柱，放住手！铁柱，你不是说进来看看吗？你们知道什么？严铁柱，铁柱，你既然已经都知道了，就更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我现在当然知道我该怎么做。铁柱，严铁柱，你现在杀了熊哥，大娘他们就全完了。你们都知道什么？想干什么？给我！出去，队长！铁柱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出去！你们也出去。是。你也出去吧。连长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把他给我看好，要有一点闪失我拿你们试问。是。走开点。老师，就是，走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？时间刚好。站住，别走了。子枫，瞄准熊岗的头。康德光，康德光，你还等什么？还不赶紧把熊岗太君放过来。你先把熊岗太君放过来，以示你的诚意。放了熊岗太君，太君就把你的儿子放了，皇军绝不食言。
听见没有？把逃生打开！太君，把罩子打开，过来，拿过来。看到我？你看准喽，这是不是你儿子？小龙，康大国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爹，准备好。弟兄们，瞄准这个小兔崽子！放人啊！放了小龙。手拿起了刀枪，鲜血染